各位，依旧是我。今天是这样的，我最成功的一期，我自己弄的卤肉饭，真的是弄了40分钟，但是这个色泽真的是，我都不信这是我弄出来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有一个凉拌菜，凉拌的那种素菜，我拿来搭配的嘞，然后免得给人吃的有点腻。话不多说，烧。小圈圈，卤肉自由了一天。肉比饭多，香肠、香菇、蒜、葱、大葱、洋葱都在这里。放好苗棍儿，我觉得加小香肠真的要比鹌鹑那好吃，那会在你嘴巴里面爆开。